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人间新闻。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由香港佛光道场携手恒生大学办理的人间佛教生命应用系列讲座，邀请到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总校长杨朝祥，透过他与佛光山的因缘以及对退休生命的规划，勉励大众活到老学到老，要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那时候刚好是佛光大学要成立，但那时候呢曾经邀请我到佛光大学来，但是那时候因为呢我从事行政工作已经很长的时间，对呢行政工作已经没有太大的意愿，所以当初呢就婉拒了大师的邀请。但是呢大师这个锲而不舍，总共呢等我十年的时间。侃侃而谈，回忆过往，受星云大师邀请与佛光山结下姻缘，曾任佛光大学校长长达十一年时间，对于大师致力办学、翻转生命的精神深受感动。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总校长杨朝祥日前连线香港佛光道场与恒生大学合办的人间佛教生命应用系列讲座，分享自己对于教育改变一生的生命感想。生命的教育呢，要有一个积极的人生观，要终身学习，要让生活更有价值，要有一颗爱人的心，珍惜自己，尊重别人，并关怀弱势的团体，启发生命教育，展现人生的真善美。不仅要怀抱柔软的心，更要有积极进取的精神，面对一切苦难都要像大师一样处事无畏，乐观向上，鼓励大家要活到老学到老，从温饱转而追求品质和品味的生活。年纪大了，生活仍然可以让他很有意义，很有学习性。这位是香港综合报道。